挑战餐饮最低入行门槛，教的技术最专业，薪水也大方给。Solo Pizza 日本披萨单日销售量最高，海外首家分店选在台湾，距离中山捷运站走路3分钟，专求餐厨助手。从内场的食材备料到外场的环境清洁及收银结账开始学起，由曾获得拿坡里大赛创意组冠军的店长亲自教学，慢慢培训你成为一流的披萨好手。日本店的国宝级拿坡里披萨大师 Adolfo 和创办人木岛昭成，顶级披萨界的无敌组合，也经常来台交流技术，有机会还能到日本学习。年终奖金1个月起，每月全勤奖金1000元，营业额达标还有绩效奖金，依照国定假日天数排休，想入行餐饮的最佳选择。Solo Pizza。